哎，朋友们，要到舞蹈组了！哎呀，接下来是好期待，非常精彩的 dance 组了！我的天哪！来，两位 dance 组的成员，请准备。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最幸福的，为什么？你是相声界里面跳舞跳得最好的，我是说唱界里面跳舞跳得最好的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可！ 那咱们不是给他们留饭了吗？因为咱们应该 rap 啊，对 rap 啊。刚才那 rap， 那我们在台上都经常啊，这个觉得观众期待看的是我们的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你们到底是舞蹈组还是相声组？要不要表演？这一段自己准备好的现挂相当失败。真的是。 做作而没有点，对，发现听不懂在说。你们得到的只是，你需要我们给你们喊那个口号吗？来喊口号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们对口号，你一票我一票，韩正义都知道，你一票我一票，韩正义都知道，你一票我一票，海涛沈凌能出道，你不投我不投，那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头？ 开始！很少有一种口号这么不能加油，还给人一种泄气的感觉。完全被惊艳到。It's okay. 哇，怎么会有这么紧绷的一个女的？好紧绷啊，他们俩。